刷脸支付怎么用？在中国肯德基的 KPRO 餐厅里，顾客在自助点餐机上选好餐，进入支付页面，选择支付宝刷脸付，然后进行人脸识别，再输入与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确认后就可支付。如果是第一次使用，用户需要先在支付宝 App 上开通此功能，整个支付过程的时间可以控制在10秒以内。许多顾客对这项刷脸支付方式表示赞赏。 这个方式就省去了，就是人工点单。如果用这个支付宝刷脸的这个点单和人的这样柜台点单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定会提高更多点单的效率，然后省去排队的时间。嗯，对，这样我们也会点餐的时候会很方便。 餐饮业者透露，新的支付宝刷脸服务受到许多年轻顾客的欢迎。虽然只测试了2个月，顾客对这个自助点餐这一件事情，无论在手机或者是我们这些的 kiosk， 他们的接受程度是很高。那主要这是归功于我们中国顾客，特别是年轻的顾客，其实对新技术的那个接受程度是很高很高的，学习能力也很强。 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呢，是有机会把它推广的。专家指出，刷脸支付比起指纹难度更大，安全性要求更高，误识率低于10万分之一。其实现在人脸的这个技术能力已经达到了指纹的这个安全等级啊，然后特别是随着这个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 它的这个安全性、它的防伪、它的各种方面，其实已经做到了足够的这个精准。另外一方面，从便捷上来说，其实刷脸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它是一个不接触的过程，而且体验上面会更好。 有分析指出，刷脸支付的商业应用标志着生物识别技术进入新时代，也让人机互动跨入新阶段，让人们脱离手机等设备的束缚。NTV7综合报道。